心口开个大窟窿，美琪 B B 晒咪抢镜。早前一众高登女神出席亚洲游戏展嘅活动，老芬即场接受大会加冕，成为高登女神。而真正宅男女神美琪 B B 咧，虽然未有获得加冕啊，但系心口开个大窟窿嘅佢，一出场就即刻赢得一众宅男嘅欢呼声，抢晒同场嘅李允同埋老芬 B B 镜啊！嗱，重量咧就应该赢咗噶啦。如果覺得李允 B B 有機會今日可以贏出嘅，又俾獎先嚇。阿美琪 B B 係，又俾啲獎先先。好啦，我美琪 B B 大戰老芬 B B， 我哋第一個遊戲《江南馬步踩氣球》現在開始 ，music。兩個高登女神齊齊踩波波，邊個贏邊個輸唔緊要啦，最緊要嘅係個遊戲要 keep 住玩落去。點解？你哋睇下美琪 B B 踩波波個樣幾 Q。今日贏咗嘅係老芬 B B， 我哋獎識佢。美琪 B B 贏得最佳造型獎，係佢愛食嘅氣球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黄美琪 Maggie。 我今天就来到这个亚洲游戏展，就一身 cosplay 的造型，因为第一次 cosplay 都比较紧张，其实自己比较紧张一点，因为一路其实我都不当自己是女神。今天出来这个场合有Molin 姐啦，咁亦都有老芬姐啦。咁因为老芬姐系已经系呢个女神级噶啦，佢系第八位，我冇记错系咪？咁都有啲压力噶，因为老芬姐嗰个气势咧真系好犀利，咁佢嘅魅力亦都没法挡嘅。咁自己就做好啲，咁希望唔好令大家失望啦。